我可能有人是啉酒、赛车、弄火车，这是代替一帮这太鲁阁火车。今日透早要上北经过这华林嘉明路段时，向香港一台轿车从那撞来这铁轨路弄着。好在这火车顶外是无人受伤，啊，不过轿车驾驶是轻伤送去病院，伊有哪可能验出来讲酒测得超过标准？整个事故也阁爱调查。监视器画面摄到，代替速控一处泰罗高铁车，当经过平交道，突然一台白色轿车冲向铁轨路，直接弄到列车车厢，车头全毁，有民众看到，赶紧走去将驾驶救出来。啊，为什么要闯？奇怪，好吓人，撞得那么严重，听到声音我也吓一跳。初步了解哈，我们的这一辆轿车是撞到401的第三车的左右，然后就造成列车无法。出台一个驾驶大约25岁，被救出来了后也会当行。伊讲昨暗有饮酒，醒过来要去买早顿，刷狂行动里边好多，那伊的酒测达到0.3毫克。闯越撞击台铁401车次自强号，那驾驶轻伤，那个有酒精反应，那后续我们将依公共危险罪来侦办。事故原因也有待调查，只是撞破人塞车这一浪，造成泰鲁阁列车第340车厢摸落去，列车驾驶发现车辆异常，失去动力，赶紧查看。那代替也为华联派出培养马虎到场，专接车顶的307位旅客。停在这边已经停一个半小时了，就包括换车。那车内都没有广播什么样的原因吗？都没跟你们讲吗？没有。部分民众即起代替的处理状况，一台列车慢缓120多分钟，也毋过好在列车旅客拢无人受伤。代替表示，列车受损的情况，损失金额也阁有事故确实的原因，拢也需要进一步了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